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打入陈华药材公司。陈总，这是罗总。罗总你好，我有去马草的货源，你有销售渠道，我想跟您合作。专案公司的仇家叫林斌。我了解他的时候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一定会来。执行卧底任务，只要没暴露身份，就不算任务失败。我被张显赫和吴红踢出局了。罗坤。 也可能在别墅里。为什么戴口罩？张显赫的存在会不会威胁我们接下来的计划？为什么不把张显赫带回来见？你就因为这事儿把我踢出局？不是他到底能给你多少钱啊？张显赫如果把驯马草带回来，就能帮我赚50倍。姑奶奶，我挣钱回来给你们花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？少废话，给我上！我走。干嘛了？自然如果。 是我把事搞砸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什么呢你？君面可不容乐观呐。乱炖君面不稳，不妨退一步，暂时求和。我做这事儿只为了赚钱，手上可不想沾血。你放心，张显赫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这收着还挺帅啊。算了，不习惯。就是不习惯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以德管严。 我就让你尝一下我们这儿最纯的。喂，李成，赶紧告诉张星河，让他千万别去儿童医院。好久不见。